这是一颗暖心的糖，它代表着我们南京的甜味以及南京的温度。我是南京广电的主持人孙进，那在这里呢，祝所有的参赛的选手们能够跑出自己最好的成绩，越跑越开心，越跑越健康，加油！太苦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南京广电新闻主持人蔡小雅，祝所有的选手们赛出好成绩，加油！好，拿了糖，请跟大家说一下祝福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京广电集团的主持人吴涵。今天呢是南马鸣枪开跑，祝所有的选手呢能够加油鼓劲取得好成绩。拿了我的糖，跟南马的选手说句祝福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南。